飙仔横行虎尾，网友酸，月底一起走。这么多的飙仔在街上叫嚣，马路全给霸占，人数最多时高达上百人。云林虎尾前晚举办中原祭，这些青少年在晚会即将结束前集结在镇内叫嚣飙车，让镇民直呼受不了。大概在9点多10点的时候，就开始有民众110报案说，有一些青少年聚集的状况，这几年有这个状况，所以我们昨天是使用了111人次啊，再加民力38人，来做防治围剿。警方已针对改装车体开出最高4800元罚单，也将清查搜证影带陆续开罚。动新闻云林报道。